我叫吴茂华，你也可以叫我马丁。我本科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商学院，我的主修是商业数据管理和战略。我希望我能帮格力创造出更好的价值。我连续八个学期获得了院长的提名奖。哎呀，挺棒的！我是以全院前5%的成绩拿到了商学院最高的学术奖。哇，好厉害！在大学毕业之际，我分别先后收到了耶鲁等多个商学院近300,000奖学金的奖学金录取。大三的时候是在日本松下做了一段，然后我当时在悉尼的 PwC 干了一段，回来之后在腾讯做了一段战略。天哪！哇塞，压力好大！大魔王要来了。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，就比如说我会去健身，然后我也喜欢去挑战各种极限运动，比如说滑雪啊，或者是拳击。我之前通过合理的运动和健康饮食控制，然后在10个月之内瘦了70斤。啊！哇，有毅力啊！酷，是一个肌肉男。这身材有点好哎。今天都已经喝了4升水了，水娃，太自律了，挺棒的，专业。每周二中午12点，初入职场的我们，芒果 TV 全网独播。